数辆 N3 浮桥车在河道上排成一排，将装载爆裂物的油桶放在河面上，形成爆破链。国军汉光演习第一天在淡水河进行反突击演练，要在敌军来犯时及时阻绝。另一头，屏东国军第四作战区基部第333旅一早出动多辆云豹装甲车，开上街头，前往战术位置待命，吸引许多大朋友、小朋友前来围观。保护我们的国家，要帮他们加油。道路两旁围观群众举着国旗帮国军加油助威，但却传出疑似一辆云豹装甲车突然抛锚停在路边维修，镜头转到新竹。清晨时分，天才刚亮，新竹空军基地幻象2000战机升空 ，C-13 栋运输机紧跟在后，朝花莲加山基地前进。而在台东，也有 IDF 金国号与 C-13 栋依序降落在志航基地。汉光40实兵操演首日启动战力保存，将西部主力战机移往东部，吸引不少民众争相目睹。归队来，欢迎各位哦，高雄哦，特别来看今日汉光演习哦，哎呀，真感动了。空中战力保存，海上也跟进，包括塔江、沱江等主力舰，为了防止驻地遭攻击，陆续离港到外海疏泊区。然而，就在汉光演习首日，解放军又来搅局。21号到22号清晨，国防部侦获共计12架次，共建7艘次，公务船1艘次，其中还有一架无人机，四面完整绕行台湾。面对解放军侵扰，国军严阵以待，展现强悍战力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